今天是2014年12月24号，这在西城区信访办。这一盲人，这还没来呢啊！现在几点了？现在9:30了。区长接待还没来呢啊！哎，我先录一下啊。啊，我照一下。照谁啊？高一清。哎，等会儿，我给你打开，打开这儿。我打开这儿。嗯。写的什么东西您？这是我的东西，我说的话。我是拿着都会贴的，我都会贴着。不行，不行。哎，大妈，跟他蹬一下，跟他蹬一下，跟他蹬一下。蹬好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。我还得找你呢。快照，快照，完了，他照完了，照完了，照完了，完了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